各位朋友，现在是东坡农村这个桥上，一辆汽车撞到栏杆以后在下面了，现在是武警在救，武警战友在救。您也这您一个人习惯的，你这两个那老百姓习惯的，哎可以的，那您也到医院里去啊？这块大事。哦，得你的。哦，我觉得还能没有不一样了，快得你的，哎。哦。哦，我可以这个不一样，谁要这个？哦。看你干你干呀？你干朋友。可你也别人你走丑了，也能被掉了，也掉了像跑跑一起来呀，哎，也像掉了那些，你还别摇动，你看你们有哪个开得了去？有个跑车的，哦，有个跑车的，不驾驶跑车的，一条来的小人过来，我让你来，我来拿。有个女的跑过来了，另外过来的哪里？你在那领钱呢？几十啊，几十啊，不了的，我做一个。我这怎么吃？看这么看，在哪里？